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一般上宵夜你会吃什么哈？我通常会选择睡觉，睡觉。啊？吃宵夜不好嘞，对健康不好。你饿哦。就是预防那个饥饿感起来，就早早上床。睡了就不会有那个饿，趁他还没有饿的时候赶快去睡觉。对，真的是这样子。但是有些人睡到一半半夜会饿，爬起来。对啊，那这是坏习惯哎。嗯，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真的有一点夸张了，我可以吃三包快熟面，这三包快熟面呢。等一下，三包宵夜哦，真的三包宵夜哦，一点不夸张，可以炒饭。没有增加体重。没有，我就是吃了不会肥的那种。哇，你很浪费嘞！但是后来发现到这样也是坏处，那开始啦，就这个不舒服啦，尿酸高啦，胆固醇高啦，样样开始就开始啃，就开始就没有吃了啦。也还是有吃，还是有吃少。所以我刚才看到你这样，我有点流口水。